sur un billet de train parce qu'ils sont 10. Et les sénateurs, eux, ils ont la gratuité complète.放假没开，先呢，饭现在才煮，所以这个时间可以先来腌个牛肉。至于配菜的部分，因为没有买什么菜，我等下再看看冰箱里面有什么。
sitting underneath the lights, look into each other's eyes. There's no one left but you and me. It's like a made up place that only we can see.甜甜的酱油，不知道为什么法国这边的寿司店都会有甜的酱油，那像日本台湾的话就都只有咸的酱油，我们最喜欢去吃的那间寿司屋也只有咸的酱油，就比较正宗一点。我甜的酱油真的是还蛮好吃的，就是我之前回台湾的时候想说有没有甜的酱油可以沾，结果没有。烧虾的煎饺，我现在来银行这边关户，因为五月就要求要关户，结果现在八月都还没关，然后中间他们一直跟我鬼打墙，一直问我说你真的有填要关户单子什么的，我都说有，然后他们就说要再确认，然后就没有下文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来银行，所以现在这边等等蛮久的，真的是气死我。刚回到家，然后刚刚帮我用的那个柜台，他是一个实习生，他是跟我同个学校的，对，然后他人还蛮好的，我本来其实是有点严肃的表情看着他，但发现他是实习生，想说哎，还是之前同学校，就想算了。在他帮我用文件的时候，刚好里面的一个阿姨就走出来，然后那个实习生就直接帮我问，就说为什么我的账户还没有关什么的，五月就问了，然后那个人就说怎么会，关账户都是我在用的啊，他说我是写信还是当场用，我是当场那时候直接去银行里面就是填说我要关户什么的都填好了，然后他说那一定是弄丢了，然后叫我再重新写一张，我就这是什么超瞎的理由啊，就是我当场再重新写一封信，然后要他帮我关户什么的，希望这次能够关成功，害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，然后我现在肚子很饿，所以想说先来吃个奇异果燕麦优格，然后晚一点再来吃炸鸡面，我现在应该要先来剪个片。
마음속에 불꽃 되어 자기